错啊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不瞒大伙说呀，我们公司那演出量一年得1000多场，纯利润就能达到2000多块钱。哎呀妈呀，又来业务了。哎呀爸呀，我公司呢，我能不看着点？我要不在这儿，那演出还能有效果了？老艺术家，我不管是不是老艺术家，到我这儿来那就必须得有效果啊。都到门口了，那行， 那我先看看。经理，张谦老师到了，快请进来。有请张谦老师。张老师，哎呦呦，豆豆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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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老师，哎，谢过去。张老师，久闻大名，著名的快点表演艺术家。快点儿，我怎么那么着急啊？经理，那个是快板。快板，快板，对对对对对，张老师，哎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哦，大的演绎，嗯，大地演绎。说说你的目的，想要多少人民币呀？不是，这钱不钱我倒是不在乎，主要是想借您这个这演绎这平台，让更多孩子喜欢快板，学习快板，是不是？张老师这境界。那张老师，那咱就开始第一步，行不行？行行，我先给你起个名，我得给你起个响亮的名字。坐地炮。什么呀？没有。二踢脚。这不麻雷子。不，你老打算把我放了是不是？这你想想，你一放出去我就火了呀，是不是？张老师，你得起大地红。怎么样？不如钻天猴。这只是名字的后半部分，前面必须要加上 MC。 这咋起个艺名和 S&C 呢？是张老师，不是 S&C， 是 MC。 哎，我怎么听怎么像挨顿 C。 那张老师，您先给来一段。我先来点效果呗，就是。那倒。哎，好好。这段太好了，还给我衣服，那必须得给你衣服。我有思想准备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张老师，这有点不伦不类啊，这个。哎呀，张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最新潮的装扮，就这么穿演出才会有效果，所以您必须这么穿。这不说快板的行头，这个哦，还有这个，不是。哎呀，张老师，这还怎么说？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您说之前会热场不？热场跟观众互动？那我会呀。 那我等我想，先热热，先热热。不管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接下来呢，我给您说段快板，希望大家能够。老师，你这么说，那哪还有效果了呀？那我得怎么说啊？助理，打个样。我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好吗？哇哦，现场的观众好多好多。哇哦，蔡明老师好美好美。哇哦，两位男导师好帅好帅。哇哦，张老师好暖好暖。哇哦，好冷好冷。张老师，不是我说，经理，你让我跟他这样这个跟大家互动，我大老头子合适吗？这个对不起，张老师，我忽略了您是个男的哈。就是您男版的也有一会儿，我让我助理先给你热个场，热完场以后他一下你就上音乐 music。 本君到现场鼓鼓掌，这样的感觉不冷场。下面有请 MC 大地红闪亮登场。张老师啊，上我上。
上哪儿啊？张老师，这个音乐嗨起来！不是，怎么嗨？我说呀，不是说什么？你跟着音乐说。不是你这嗨，能不能把音乐停了啊？音乐停，你说。我说，数九寒天，暖风嗖。转过年来春打六九头，正月十五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，赶大补。张老师，我们这个场算是白给你热的。不，这是说快板，还热什么场啊？这个这不热场还有演出效果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这都张老师，你就这么说，我怎么说啊？不拿板这就直接说。不拿板我更没法说了，这个受不了。您可以跳啊，这说快板还能跳啊？上人，哎，不是都干什么呢？这都是啊，张老师，这是最新的演出效果，你就跟着他来。助理打样 ，music。这还有音乐？那可不。哎，数九看冷风嗖，转年又六九头，十五是龙灯会，加油加油加加油！下面有请老张头 ，come on。看哪儿？说呀，说啥呀？你教他。数九看冷风嗖，数九看冷风嗖，转年又六九头，转年又六九头，说。数九看冷风嗖，转年又六九头，正月的龙灯会，加油加油加加油，这哪是在说快板，你们纯粹在耍猴，在耍猴，干不了这个。太好了，张老师，什么好，这段太精彩了，哪儿就精彩了。张老师，您这么说您就火了。我先不能考虑我能不能火，我得考虑我还能不能活。张老师，你只要听我的，肯定行，肯定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现在这伙是不行。爸，你咋来了？我咋来了？你都要给张老师点了，我能不来吗？不行，对不住啊。没关系，爸呀，我这不是为了演出效果吗？效果？就那2000块钱效果啊？你是不是不？老爹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当下挣钱最多、推广最快的就是我这种演出效果。我跟你说，好多人想花钱学，他都没地儿学去。他花钱学，真要有人学快板，别说花钱，就让我搭钱，我都愿意。听听听听，你钱要效果，要效果，要效果，再要效果，我就削你，是不？天天的，对不住张老师。跟他说呀，这快板好，没见过。今天能不能劳驾给孩子上一课，演一段行不？没问题。我听说您还有学生，今天我带着学生来了，能一起演一段不？可以呀、啊。那太好了、啊，那给你学生叫上来。行，来，学生们，上，操练起来。广场多么壮丽，长安大街贯东西，清风徐来吹人爽，东方微微露晨曦，金水桥前人潮涌，有国际有人港澳同胞民族兄弟，还有那工人农民干部战士学生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他们都是前来看升旗侧耳听国歌庄严多么雄壮，举目望国旗徐徐再升起，众人都目光转，全都是祝着这面旗，这红旗象征着我们民族尊严和骄傲，这红旗激励着我们炎黄子孙挺身躯，这红旗在珠穆朗玛峰上威严立，这红旗指引着神州飞船绕寰宇，看国旗升到旗杆顶，蓝天白云映红旗，蓝天高白云
云梯，红旗就在云中立，白云要齐齐更美，旗影蓝天显威仪，五星红旗扬方遒，就是要永远高举在天。我们现场的400位大众评审，现在我们的投票通道已打开，可以为他们投票了。潘老师，这个小品啊，给我的感觉要比上一个好很多，谢谢。所以说我这量，不单单今儿张老师来，张老师不来，我还得好考虑这我这50分给不给。所以说我觉得今儿这个量，我肯定要给。